最有钱的印度财神爷啊 ，Vishnu， 马哈利金密跟 Vishnu， 我是很早有机会去接触印度神，然后今天这个有这个缘分来到这边，认识了全世界最有钱的印度财神，是不是我的福气？今天我就要抱这个黄鹂回去中大奖了啦，一定要中了，我跟你讲。他笑了，应该可能中了啦。笑了哦，他笑了。这个月尾的时候烧辣椒干，就是这真神庙了。全印度人全部知道，一问到烧辣椒干就知道这间庙在哪里，很多人都有信任的。烧辣椒干吗？烧辣椒干，烧辣椒干是代表像我们王舍这样啊，没有因做什么都不会成功，不会种植，还有做事不顺什么，他们烧辣椒干准命哦。烧辣椒干准命哦，就是他的这个辣椒干神是神来的。他辣椒干最喜欢就是他了。这个很像我们的大师爷，这是妖怪啊，感觉他绑在这里，显出妖怪的头是吧？对啊，打仗打完了，他们这些，这个很灵的，印度人很喜欢拜，可是他们家里不敢放，不可以的，家里啊，神庙就可以哦，家里就不可以，太什么？太煞了！啊，太煞了！太煞了！他要血的。这面佛跟他的太太。四面佛。啊，跟他的太太。那是印度的四面佛。啊，印度人四面佛。所以他拜也是像一样泰国方式一样的。四面佛。招财进宝哦，九色财气哦。大概就我奶奶管下来的。哦，就是你奶奶，就是我奶奶是印度人的，你奶奶是印度人，然后她传下来的，那就给，那就一样给大家供奉了啊。对，很久了，这个感应啊。就听说他会出那个，对，他出那个。听说那些老人家印度接触到，他是越久越小，越久越小更小，他的毒没有他咬到人家，他变得阴气变衰弱。他自己的时候要吐出来吗？看着有烟。哦，他就是哈、哦，看到有烟人，他会吐那个。没有，他要喝水啊，就是牛奶啊，他一定要水，他一定要吐出来啊，放在旁边啊，然后他喝水的时候，牛奶接下来就放给他喝。哦，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传说，是不是他是只是给有烟人看
就是送给有缘人。其实在印度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吗？还有那个印度酒王爷。印度酒。啊，还有酒王爷。哇，这边。这也是他来的。这边真的是太大了。啊。很大哦。那个印度的傣族呀。印度大师呀，还有那边的四面佛，还有那边还有很多。其实我们的神都是印度。这就是管理啊。这是印度的九王爷，印度人的九王爷，那个动物。哦，印度人的九王爷。嗯，九尊啊。跟我们一样的也是要七月，也是九月初一，是它也是一模一样的。这个第八的，这个最大的太阳，这个月亮，还有分了九个王爷。这里红火烧。嗯，那红火。一走进来这边，它的磁场又不一样了。真的完全是不一样，哎，你进来走，你进来试一下，真的。啊，不一样啊！哦、有没有不一样？嗯。一种人，然后这一种就是斗母娘娘，斗母娘娘是他的母亲、哦，他的母亲，就是印度神九王爷的母亲。一样，跟我们一样的，华人印度人。也是跟我们。哇、啊，这边磁场真的很好，真的很好。这尊是很久了，不懂多少年了。很久了，不懂多少年了。因为我知道那个拿给我的那个啊，黄牛嘛，他98岁啊，89岁，他不要不老了，不能不抱他拿给我放在那，我放在这边已经50年，加起来八闺女哦。哇，八闺女哦。八闺女。老精神。他都没，他的样子。就在那边。你看到吗？嗯。照片啦，哦，照片后面那边，最后面那边，不是照片，后面，哪里？你看到？不是这尊吗？在里面。他没有看到，你看。照片的后面不是啊？哦，后面还有看到嘛？啊，那个，有看到，可是看不清观音啊。观音。他的像，他有像，还有在。他们在拜的时候有看到这一个拉豆公，但是是很好奇，他就是有一个很奇怪的造型，所以我们就要来访问一下师傅，到底他是一个怎样的来历。就是这个拉豆公啊，它里面有三尊那个拉豆公，三尊拉豆公，在里面它精神，包括所有它如什么东西，一夜之间。他已经包起了、哦、就是三尊里面，他其实他是有三尊，然后一夜里面他就包起来了。包起了，他是什么原因包起来？啊，那我就不懂了。那我就不懂了。一夜不，他不是在地下哦，红毛卫生间啊。还有红毛卫生，没有这么高的。以前他是我们龙哥的给他们的，以前这个。所以你们有观众知道？是什么缘故这个拉豆公会这样子包起来呢？如果你们知道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，或者是来到这间庙告诉这位庙主、啊、来这边点香一下，抱一下黄泥带回家。我也宝得财宝猫的说不给不带，然后猫头奖靠靠说说求听听，回家都100000说不给高菜金发多发财，绑铃靠背多多，再把老弟在这掏地沙片片，你把你掏地沙片，把你怎么来呀？听啊，红啊，花的，老花来你表演哪张来？听红花三次，大大声，听红花啦！还有两次，听红花啦！听红花啦！红花啦！听红花啦！哦，要演绎我一下，现在我已经高潮了，然后家人准备好这个消毒水。有喷呀，喷整句的。然后嘞，这个黄泥嘞，虽然是摸回来了吧，但是哦，我还是一样给它消毒一下。哎呦我的妈！妈为了阿姐。
先大家就尽量大家洗手多消毒，回到家多洗手就好了。OK， 拜拜。One, two, three, four.